冬梅姨，快给我拿点水，我在路边捡了一只小乌龟。捡了个乌龟？等着，我去给你弄点水去。姨，你可找个大点的盆，多弄点水。来，这盆够大了吧？大爷，快把乌龟放这儿吧。行。这就是你捡的乌龟？哎呀，冬梅姨，你不想养就直说嘛！这么可爱的小乌龟，你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啊？哎呀，大爷，我怎么会没有爱心呢？不是我不想养，你这龟啊是火龟，不是水龟，这盆里没法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冬梅姨。还是你读的书多，懂得多啊！那我可得赶紧走了，我得回家好好养着它去。哎，大爷，你再把这个章鱼哥拿回去一起，让他跟小乌龟做个伴。好嘞，谢谢冬梅姨。哎，说啥呀？火龟和水龟都行。哎，又没钱了。这是什么话？这当然是真的啦！那我要参加。大娘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这活动的挑战费是10块。啊，10块钱？你让我先挑战嘛，挑战成功了，你从奖励里面扣。哟，大娘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那你要是没成功怎么办？哎呀，不会的，姨，你相信我，我玩这个可厉害了。我凭啥相信你啊？你在我这没什么信誉。这样吧，你给我玩，我成功了，给你20，怎么样？20？行，那你开始吧。谢谢姨。大口套小口，这还不简单？哎，天上的啊！原来有口，这个也容易。哇哦！准备好钱吧，我已经答对4道了。你别得意的太早，这不还有2道了吗？哼，算了，明天下一题。总共10个口。嗯，行呀，这不敢，太难了。爷，我答对了4道，你给我40就行了。40？你想什么呢？答不出来全部作废。作废？你刚刚也没说呀。那你刚刚也没问呢。那你就当我刚刚没玩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哎，要么接着玩，要么就把刚刚那20付给我，选一个吧。啊，就答，我就不信了，凭我王大爷这么简单的题我答不出来。下看8个口。啊，有了。哟，不错嘛。还有最后一题，快点的吧。知道了，你催什么催？上有10个口，10口。哎呀，什么呀？这上有10个口是什么呀？哎呀，这答不出来都没钱付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冬梅姨，给我拿一盒老鼠屎。啥？哪里来的老鼠啊？我店里这么干净，怎么可能有老鼠屎啊？没有吗？我瞅瞅。哎，这不是吗？啊，这是老鼠屎？冬梅姨，这个就是老鼠屎，你真土。这不是猴王丹吗？你少忽悠我了。他的外号叫老鼠屎，一看你就不时髦，跟不上潮流了吧？这个小兔崽子，你说谁呢？我不卖了，一边去。哼，不卖就不卖，我去隔壁王叔家买。兔包子拜拜。切，这真是老鼠屎吗？嘿，长得还真像老鼠屎。你们说这到底叫猴王丹还是老鼠屎呢？
这个霸王丝了，我想吃孙悟空，还想玩白雪公主。可是我都没钱了。有了，包梅姨，你这个霸王丝一点也不辣，赶紧退我钱。怎么可能，这可是我们店最辣的辣条了，钱是不可能退你的，你看你要点别的吧。那我要那个锁喉糖，给你。这也不锁喉啊。我想再换个白雪公主，行不行？大家，你过来，咋啦？我给你个大逼的，我想要白雪公主啊！啊，倒霉姨，你干嘛打人啊？我还会去告诉我爹。哼，大家要是把这心思放学习上，早就考上清华北大了。辣死我了，又被他坑了。哇，还有，还有。谁在讲话？倒霉姨，是我。大丫，你干嘛呢？你这地上太脏了，我帮你擦地呢。哦，这样啊。对了，我东西掉地上了，你帮我捡起来吧。啊，好吧。真没劲，我还以为占大便宜了。哎，大丫，这些啊是一样放在闲鱼上卖的。最近身边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，快点击左下方闲鱼卖点闲置赚钱吧。知道啦。哎，大丫，等一下，为了奖励你帮你捡东西，你陪你玩脑筋急转弯怎么样？每答对一题，就会有一个神秘大礼。急转弯，这可难不到我，快开始吧，倒霉姨。第一题，请听题。有一只汪汪叫的牛，为什么它一下水游泳就不叫了？打一成语。这个当然难不到我，答案是有勇无谋。哟，大爷，你答对了，这个大龙虾就送给你了。再来再来。第二题，你知道有什么东西是我永远不会吃，吃了就会变丑的？我知道，是藕，因为吃藕丑。倒霉姨，你怕变丑？最后一题，终极大礼，但是有点难哦。这一盒都是我的吗？快出题。请听题，如果地上有一张20的和40的，只能捡一张，你会捡哪张？当然是捡40的啦。答错了。啊，答错了，你到底错哪啊？给你锁，给你锁，给你锁。耶，你这里有没有10个棉花糖呀？10个棉花糖，哎呦，剩2个了。那有没有10瓶 AD 钙呀？啊，10瓶啊，这就剩这最后一瓶了，还得喝了。那白象呢？我要一整箱。一整箱白象？大爷，你要这么多东西干啥呀？哎呀，姨，我们学校出游，我帮同学买的，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一整箱白象啊。行，我去给你看看。白象，白象。大爷，白象也只剩这2包了。哎呀，你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真没劲。哎，大爷，要不你今天先把这些买回去吧。我才不要呢，你这些哪够啊？我明天再来。明天再来？那我可得好好准备准备。哎呦，进货可真累啊。冬梅，给我拿一。哎，我知道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啊，爷，你这么厉害，你怎么知道我要一颗锁喉糖？那当然了，一颗锁喉糖一个你拿。啊，你说你要一包锁喉糖？哎呀，爷，你听错了。哎，还好还好，我就说嘛，但你怎么可能只买一包？我只要一颗。啊，就一颗？你昨天不是还要白象、AD 钙和棉花糖了吗？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你自己都说了是昨天。你快给我拿锁喉糖。